先焖上米。今天又弄啥好吃的了？这买的啥？虾，虾不小啊。嗯，两圈。拿出一根。两根吧。挺大方。虾还活的了。不咬人了？咬人倒不咬人，有点残忍呀。去除虾线。啊。在虾的第二个关节处给它去除这个虾线。这么长哈？对，新鲜的大虾还是比较好去。这大虾多少钱一斤了？活虾这是35，这还冻的。嗯。这活虾就好处理。嗯，活虾就贵呀。啊，是也对。那我帮你搅吧。嗯。搅了，那两个。把这个须全搅了就行了。对，多余的全搅了。我是二姐，大虾已经处理好了，今天中午做个大虾的新吃法，大家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下面咱们把处理好的大虾给它腌一下，让它更入味儿。加入少量食盐，适量的胡椒粉，来点料酒去腥，再加点生抽，给它翻拌均匀，腌上20分钟。我在想它会不会蹦出来呢？死了早就，还蹦啥呀，没开都不动了。下面咱们来准备点配菜，这是一个小菜花，咱们给它处理一下。把这个小菜花给它分成小朵。这是有机菜花吗？不知道，有机的都是骗人的，通话里都是骗人的。一勺盐，先把菜花给它泡一下，水有点少。准备一个去皮的莲菜，给它切成片儿。这莲菜真贵了。这段时间不是吃莲菜的季节。7块钱一斤，赶上肉了。好的莲菜给它放清水中，防止氧化变黑。把淀粉给它洗一下。准备一个去皮的土豆，也是给它切成片。土豆同样给它洗一下。准备一颗芹菜，粗的给它划开，芹菜给它切成段儿。切点洋葱，洋葱半个就行，用这把，这个多点。洋葱还是给它切成片儿，切点葱姜蒜干辣椒，大葱给它切片，生姜给它切成丝，准备几个大蒜给它切成片。干净的干辣椒给剪成段儿，炒锅加入食用油，多加一点，温五六成热，给下入这个莲菜片儿，给它炸一下，藕片给它炸2分钟，给它捞出。土豆片也是给它炸一下，土豆给它炸成这种透明的就可以了。菜花也给它炸一下，菜花
给它炸的这种变这种嫩绿色，也给它捞出来。最后下入主角虾，把虾也给它炸一下。好，大虾变色，变成红的就熟了，给它捞出来。下面咱们拎起锅，加入食用油，加入葱姜蒜干辣椒，给它炒香。香之后加入一勺郫县豆瓣酱，一小块火锅底料，炒出红油。火锅底料炒化之后，下入大虾，这菜也加进来，再次给它翻炒均匀。倒剩下的生抽、料酒，加一勺白糖，翻炒均匀。咱们来一点老抽，颜色有点淡。然后加入一勺食盐，将洋葱和芹菜炒至断生就可以出锅了。放入大盘里面，哎呀，太香了，香味已经出来了啊！装盘之后再给它撒一层芝麻，撒点香菜，就更完美了。好，香辣开胃的干锅虾就做好啦，我们开饭啦！开饭啦！青椒炒鸡蛋，凉拌西红柿，吃个凉菜。辣不辣？不辣。没放太多辣椒。小孩吃就别放太多辣椒，喜欢吃辣椒的可以多放点辣椒。你可以放点麻椒，我们家小朋友不吃麻椒，所以今天就没有放，放一点会更香。注意就是麻辣鲜香。这叫麻辣香锅啊！麻辣干锅。麻辣虾锅。吃个虾吧。这个。现在已经特别脆，它炸过，把一虾头扔了，怎么样？你们能一人拿张纸？我感觉这里头的菜比虾还好吃呢，吸收了虾的鲜味儿。对。又香又辣，吃鸡蛋。